白沙屯妈祖愿意住驾在我们苑里菜市场的这个公区，他在5年前因为一场大火火灾了，然后这个过程中其实非常的辛苦，终于我们在去年开工动土，然后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是去年工程正在进行的一个过程，然后非常非常感谢跟就甘心的就是妈祖婆来跟我们市场的这个工地，给我们很大的强心剂，希望我们这样的公共工程可以如期如职的完成。
当在中间嘛。要的什么用意，你就回去再问一下。再问一下吗？对对对对，好，委员很谢谢你，哪里谢谢，让你们先点这个点是吗？谢谢。非常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加一下赖，我把刚才那个录影的赖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啊、他是工地的主人，还是你们的主人？大概是这个点，他烧金子灰掉了，这个地方。可是我们刚才画金子这边，他对了，在旁边这一个位置，这里，哎，他这个位置，他中心在这个位置。我们没有办法说去了，其实他不管是我们认为是他谁，你说他是这里的，我想我们就还是决定我们的那个，所以今晚还有碰到谁？这个不能移走哦，妈祖的点这个点了哈。我们刚才听说妈祖台的时候，都会要动手，就一般台的。谢谢对，好，那我们前段请来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们刚才也透过镜头跟大家分享说，多年前这个发生火灾嘛，所以对对，五年前发生火灾。那刚才妈祖在这个火车站前面呢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现在往右转进来，可是左转进来这个，他用很多人，后来还绊倒了一个妇女，说还处理一下，我就以为是要往火车站前，结果没有，他是转进来，然后直接就到进到在里面，对，处理一下，对，很好，我们感觉好像说妈祖就是很体恤这个我们。对，明白百姓的这个民生，对，是是是 是这个菜市场，所以我们也经过院里这么多年，很多年，所以我们也相对早就一直纳闷，说奇怪，这个菜市场是民生的地方，为什么这么多年呢？对，可是这个工地一直都没有把它盖起来。终于去年我们开始开工动土了，所以很谢谢，就是那个白沙屯妈祖愿意驻驾在我们院里菜市场的这个工区。他在五年前因为一场大火灾了，然后这个过程中其实非常的辛苦，然后终于在去年，我也上任做院里的第一任的，我自己是第一任的镇长，素人参政，然后也因为这个菜市场的公共设施，然后让镇民朋友们对于这个市场的公共事务有更多的参与，然后我们很幸运的在经济部跟文化部还有县政府的支持之下，还有镇公所的同仁努力之下，终于我们在去年开工动土，然后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是去年工程正在进行的一个过程，然后非常非常感谢跟就甘心的就是妈祖婆来跟我们市场的这个工地，给我们很大的强心剂，希望我们这样的公共工程可以如期如职的完成，让我们院里的镇民周边附近的民众这有一个好的消费的场所，让团兄也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，然后也欢迎大家对我们北沙屯妈祖在走的时候经过我们湾里，可以在我们湾里走走
看看，咱有很好吃的小吃，然后有很美的风景，欢迎我们全国的乡灯脚都可以来苑里走走。然后再次非常感恩感谢我们白沙屯妈祖，非常感谢，谢谢所有的朋友，我们非常感谢。对啊，我该该做安尼，唔该叫人烧啦，哎，这个给他们烧起来。来来来，给你们，这都是油，这叫金人烧，小心，啊，你叫人，紧点啊，好，金掉。